大家好，我是 Jessie 莹莹，来自上海，现居洛杉矶，今年40出头了。跟先生从事海外代购生意已经7、8年了。那我们因为熬夜的关系呢，会有头痛的问题。在今年3月份服用爱健康的 NMN 胶囊之后，早一粒晚一粒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再头痛了。那本身呢，生孩子比较晚，那亚健康的问题也很严重，平时喝碗热汤吃个热面就会出一身虚汗。那在服用了这个 NMN 胶囊之后呢，这个问题也解决了，让我非常的高兴。自己的皮肤呢本身就像60、70岁的老太太那样，没有自信。在服用 NMN 胶囊之后，我的手部在2个月之后呢，皮肤已经恢复到我这个年龄应该有的这个皮肤状态，甚至可能还更好一些。这让我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。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，本来已经打算去做超声刀的手术，因为这个眼袋下垂比较严重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只能再待在家。在几个月之后呢，我发现我根本就不需要再去做超声刀的手术，因为这个眼袋这片呢已经提升了，让我省去了一大笔钱，也是非常高兴的。因为爱健康对我的改变非常的大，我也帮助了许多我身边的朋友。那我今年就决定全身心的投入到爱健康的事业中，让我在健康的同时还能收获一份收入，非常的感恩爱健康公司，感恩这个平台。就是借教授的这句话，我们可以不变老，还可以赚一份收入。谢谢大家。